小的，是吧？一下这一下相当于打透了，传球之前也不一定能传好。这个确实呢，其实那脚铲射就应该登陆，就应该能进球。嗯啊，但这脚铲射我觉得特别好是什么呢？至少说你没一脚把这球给抡飞了，是吧？我这铲射一脚放高射炮给踢飞了，就更可惜一点了。所以呢，这场比赛呢，到目前为止，来看一下这个球啊，俩人硬从这儿挤，再打一下莫雷，莫雷这个脚法，你看，是吧？你看，啊，刚才，这真是那真是没办法。而且莫雷诺后来这两脚射门，他学聪明。这谁呀？好，这莱尼还摔了。对他不再打这种半高球或者高球，他要一个门前基地反弹。对啊，就是远点的反弹，这球就。